归聘上校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尊重的偷偷聘的，那偷偷聘的呢，其实它是很耐聘的哦，它的网站蛮容易聘的哈、哦，你只要知道它的那个软体名称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再说到，因为我们这边的因素直接对接了第二个哈、哦，怎么样？直接打算这个进来了，跟它官方网站。把它再放上，所以你管理名称你知道就 OK。那后面这个不用打啊，哎，怕歪掉了，好歪了哈，赶快把它停下，好，就可以。对，好，那你进来之后呢，如果说你要那个软体的部分的话，其实你可以从右手边这个那个下载，这个网址很小，等一下我们都传给各位哈，你看现在最新版本是5.0，你看学校已经把那个。黄的现在是很好的，那你往下走就可以看到，里面有很多。当然，你下载是我们可以正体中文嘛，就是我们讲繁体中文，然后又点都可以。那这个软体呢，其实你按照说，如果你要，比方说那个，如果你选择放随身碟，那么就可以下次就随便你走到哪就用到哪里。比如说按走到这款，你有随身碟的，不会用。好，不会，那就是最大的选，好，比较方便一点。那么这个软体呢？它是免费的，那么使用上现在跟我们在上面沟通那个有非常多雷同的地方，好、啊，但是最好就是你不用担心说软体的问题哈、啊，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。那么可是你看到简报里面这里有的部落粉，刚刚看到了哈、啊，那就有资料跟我的电话，等一下我们再洗一下哈、啊。但是如果万一你有使用上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在。那么我们整个沟通课本就大概会介绍这么多，那么没有关系，我们先看哈。首先第一个，因为其实不管用沟通课本、沟通下课或沟通课本，我们要做的是有效处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应该看，他们在这拍下吧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多人因为带相机啊，因为手机就有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说哦，可以出现在你这拍，好，那问题是。这个构图也很重要啊，好、哦，你虽然跟你们拍三个人，但是我们跟各位讲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就是比较常见在雪峰格的构图吧。其实有的手机啊或相机上面都有，它是帮你们两个人去照吗？好像有雪峰吧，啊，你们不叫人雪峰图吧？哦，就是它会带出雪峰格，好、啊，雪峰格，因为平常大家拍照的时候都怎么拍？像这种雪峰格，你平常拍照的时候都怎么拍？就在十字摆中间，对不对？就是广告的这样标吗？就是摆中间特写嘛，它有手势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若正在中间，其实效果不能说不好啊，就是中等嘛，还是中等。但你可以考虑看看，就是说，你若把这个左边的打开了之后，我们会建议各位，哎，你们再看一下，你可以考虑看看，啊，什么？把你的焦点放在这个交叉的地方。对不对？刚刚我们是摆在正中间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它摆在旁边，好，那这样感觉就会不一样，好，感觉就比较不一样哈。那么这个是像这样子，这是什么概念？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来看，这个是台式。你们现在如果要智慧相机，或者有的都是手机，手机很多现在都是500万像素的，可是有没有必要那么大？你们知道？哎，我问一下哈。请问你家那个几百万像素怎么算出来？长焦光，这边很高，没有高，好，没有错，很聪明，就是长焦光。所以你只要长焦光就可以得到。那么你知道这个手机或者相机的解析度多少吗？就是那个尺寸啊，几百万的应该知道对不对？那你看，我们在屏幕上的，我们在这边屏幕上的解析度是多少？你说哪一个是1024×768？对不对？这是1024×768，屏幕上几百万？屏幕上，啊，这你们最厉害的，没有。好，赶快那个，我都不会有没有，所以我赶快把这个打出来。1768，写的有没有达到百万？没有啊，所以说你知道什么事情？如果你今天有的上多的，
比如说你出去玩的照片，你要放在脸书上面、FB 上面，各都拿500万的，不用那个，请问要多少比较好？100万哦，一，我们你看整个荧幕这么大一个，才78万呢，你用那100万那个洗发精，那个流量对，其实一般来讲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上网的装置有非常多手机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就是说吧，那么也许家里面可能有更宽的那个，像现在的宽度啊，什么1920啊，两千八的那种4G啊，1280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像还有像像现在有那个 iPad 啊，小的，那小的大概是应该是16吧，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们放在网页上照片，大概多少就够了，宽度大概800就够了。高度就看你，因为有人是直拍，有人是横拍嘛。我在原则上就是说，你大概宽度800，差不多就可以看得到。因为你看哦，如果说我今天到这边，好，像这样，你看宽度800大概多大？差不多这样，差不多这样。你知道有点危险吗？有没有？你看飞机不可以有点简单吗？不是吗？对，还有一些广告啊，那你要留一些空间嘛，所以大概这个500到800左右啊，好、哦，到800像素，好、哦，我们讲的单位就是像素，你大概这个范围就够了，大家应该清楚吧？所以第一个，其实你在使用影像资源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有保护，再问一下多少分作用的长期，因为我跟你拍的那个刚刚重点部位就好，所以这两个你要会，那么。等一下，我们看这边哈，我看一下大家下，好，全部都下来了。所以我现在先把画面转给大家，你看一下，你的整个都下来了。你过来，你在，你打开你的程式机，我们要我们刚刚那个就来。